伊讲就是讲吼，较早就是以前有这个盐，好有这个吼，这个人客呢，就摕十两银来，这十两银是足大个哦。哦，较早拢用一钱一钱个哦。哦，你也讲到十两，哦，那是一个真大个数字啊。啊，人要摕十两互你，唔是无原因个。所以过一阵吼，你也看，这就是讲吼，已经伫个种啊吼，有种迄个因。啊，种迄个因，即卖伊。得到是果，哦，人提十两银，所以就是果，就是讲之前有受到伊的恩，啊，今嘛要爱，哦，爱这个恩情，哎，所以讲咱就要伫平常哦，会当利益众生，咱就尽量会当利益众生，啊，所以讲咱哦，伫这个有能力做的中间，咱就尽量去做，去做的中间，后日咱若讲有啥物拄着困难哦，自然得啦，人就会甲你帮忙解决你的困难。哦，所以讲咱啊，唔是讲伫咧希望后日啊得到偌好偌好啦，只是讲咱甲众生结缘。哦，为虾米？哦，有诶讲，哦，安尼某某一个法师安尼一个讲经说法，安尼哦，听人足济，啊，某某人咧讲啊，无人要听。哦，所以释了作伊就讲，伊讲哦，伊生生世世啊，拢咧利益众生，啊，利益众生有得到利益诶人。现在吼、哦，伊要讲经，自然间就去要去听伊讲，因为伊拢有吼生生世世有占受伊的吼利益啊，所以现在吼、哦、要讲真爱吼、哦、去接受。啊，波波法师啊，伊虽然研究啊真特别，不过伊拢无甲众生结缘，啊，无甲众生结缘，无互众生利益，伊咧讲中间众生无爱听，哎，你讲好利益，讲你讲真好个利益。欸、你佛吼坐哦，管管你咧坐，我都无爱坐安尼咧。所以讲啊，众生就是安尼。吼、哦，你着爱佛哩讲吼，你即马免讲，你先去吼布施利益众生。后日啦吼，你佫经过吼，吼皈依以后，你咧讲经说法，自然一大堆，你要听你讲。欸、因为拢有接受你的意见。吼、哦，所以咱就是讲吼，有能力的中间。赶紧利益众生，吼、哦，这个时阵呐、啊，吼、哦，这叫做殊胜因缘，吼、哦，真好的因缘呐，吼、哦，咱无求要求福报，但是吼、哦，咱就爱利益众生。我讲咱若有法度利益众生，咱就是拢在行者啊，吼、哦，累世中间咱唔知欠偌济债务，唔知影中间啊，吼、哦，咱想讲大鱼大肉咧食，甲众生拢结缘啊，吼、哦，啊，咱这。哦，海个就去了啊！哦，啊，咱即马坐伫海，欢喜伫海，啊，欢喜海最无伫心。我讲哦，暗时在困哦，哦，目睭咧飞外好。真是有影啊！过阵你若最无伫海哦，咧困啊，真是咧飞哦，哦，飞啦咧，七条啊，嘛咧亮热的家，我输了。唔能够把面放喺最高啊！所以，哦，即算讲咱若有实际咧修持啊，即款咧就拢是咱本身拢会拄着，即款现象咧，拢伫咱本身就会拄着安尼，哦。啊，即下即个陈友明哦，或者六祖咧，啊六祖伊就哦安顿啊。哦，安顿因这个老母吼，甲因的表亲会当安顿了好势，哦，啊，伊就去五门咧，哦，去参礼五祖，就去找这个五祖，诶、其他呢，六祖伊就甲伊交代，哦，交代讲安置因老母哦了后呢，哦，啊，就辞退，哦，啊，经过三十外天呢。就甲五门吼礼拜这个五祖，吼啊五祖就来问讲，如何方面你到遐个人，啊要求什么，要求何物？各阵人，那有一个祖师问咱讲吼，你要求啥？各阵人，咱要求啥？咱这反正是看书，咱也想，咱问咱家己的良心，咱想要求啥？自在，吼、哦。现在上好啊，现在用诶，差不多啦吼，大家拢要坚持在遐做。啊，慧能哦，伊回答啦，伊讲地主吼是岭南泉州诶百姓，吼、哦，
啊，原来历史呢，非求造福啦，不求义务，干那要求造福啦，剩的拢无。哦，这就目标明确，哦，目标真确定，就是要求造福。所以各位姐妹，咱凡爱带同款，干那要求造福就好啦，剩的无。哦，剩的拢无。啊，这个五祖就甲伊讲吼，汝是领人民啦，哦，领人民哦。就是割了，割了就是讲啊，像咱即马普通人咧讲吼，迄个山地有啊，咱个山地吼同胞安尼，那迄个平凡啊，或者看人未起就对啦，吼，迄个拢无受受这个教化，吼，一关一关平凡啊所在，吼，哦，六，哦六为康做福，要哪有迄个吼，迄个能力甲迄个资格通啊做福啦？哦，这慧能真来哦，玉祖伊讲，人虽然有南北哦，有住伫南住伫北，这个佛性呢，就本无南北佛性哦，无这个南北的分别，种觉了心甲下修心无同哦，阮我这个呵呵哦，伊讲这个安尼叫做哦，迄、那个青云啊，甲下修的五祖的心无同款，但是佛性有啥物差别？哦，你看有来哦。哎，这个是本性真来，哎，有法度了解讲佛性无差别。啊，五祖呢，迄句话要搁甲伊讲话呢，哦，啊，看到边啊，遮侪徒弟啊，大家拢目睭遮大，伊咧看，哦，啊，大家惊，哦，伫咧左右啊，跟伫咧五祖左右伫咧看，啊，五祖安那处理这件代志呢？哦，啊，伊煞就是就甲这个啊六祖慧能讲，讲你跟大家去做工课，哎，跟大家哦。去做这个啊寺庙内底参观。啊，慧能伊讲哦，讲慧能起和尚，就是讲甲和尚讲哦，弟子呢自心相信地，家己的心哦，就拢不时会生出地位出来。啊，这个地位生出来，拢无离开家己的这个本性哦，这是福德，这就是福德哦。咱家己啊生出来地位，若无离开本性，这就是福德。啊，唔知影讲哦，和尚要叫我做啥？哦，迄五祖听到伊讲，哦，这个干了根性哦，大义啊，我、哦、将来，入境不敢，卖个讲，你卖个讲，哎、欸，去迄条野草坑，去迄条米厂哦，迄条要大家要食哦，啊，甲切啊下做米哦，去做迄条。草干，去遐做草干。所以，咱就是爱了解吼，咱的佛性哦，就是本源等，吼、哦。会想迄落五祖一代祖师啊，吼、哦、啊，甲这个，吼咱讲生活啊，同款，大家拢平等，哎。所以就啊，伫咧学坊有写，有无？过几年来有看到学坊遐字啊？在五祖甲六祖讲，讲个吼，就是讲咱吼，这个众生啊，虽然讲形象无同，但是这个性相平等，吼、哦，咱的性，甲咱现出来形象拢平等，吼、哦，啊，咱众生差伫个度，看人就随大分别，吼、哦，虽然分别心出来，就是因为咱分别心，所以咱才会吼、哦、做。咱才会做众生，但是我咱若无分别心，哦，看大家拢是分，分，若咧看众生哦，伊拢讲众生是哦，菩萨摩诃萨，或者大菩萨，去看众生就是大菩萨，啊，咱众生哦，看众生就是众生，看佛就是佛，哎，所以分别心哦，真自然就拢走出来，哎，啊，佛道义无，伊讲无众生啊。哎，佛讲无众生，哎，啊，若看有众生，就是把众生定位啊，来定位，他、啊、没有众生，都是佛，哎，那么他现在伊即马做众生，就是讲伊即马也未领悟，哦，也未了解，所以做众生，伊若了解，伊就做佛啦，哎，啊，大家呀、啊，拢会做佛，世界有做，伊讲咱大家拢会做佛啦，安、啊、尼听就放心了，就放心哦。哦，这叫做讲的，这句袂骗人的啊，嘿。啊，我下头去接一句的，
讲到要经过三个学生背起，讲一定做不了，要经过三个学生背起。哦，学生背起偌久了？嘿，吼，做咱计算机吼，小弟也不算袂错，看偌久哦。哎，足久的久啊！哦，我讲一夹都已经哦，千几万年啊，对吧？哦，讲迄个学生背起，爱过一夹尔。都个数百千万、十万、百万、千万，啊，千万我都挪油台，哦，千万我都挪油台，啊，千万的挪油台我做贫婆，啊，千万的贫婆我做家台，啊，个千万的家台只好做五金地件，只一个五金地件，哦，你看嘛，啊，都要经过三个五金地件。哦，咱的骨头唔知偌做武器啊，啊，佫也袂死。所以讲，众生毕竟拢成佛，哎呦，阿表莫遮哩久啊，辛苦啦！哦，我表妹凡世间无啊，才久那好。哦，所以爱赶紧，咱得到吼，遮尼宝贵，上天甲咱收起啊，已经甲咱认定资格，你有成佛的资格，咱就赶紧修。啊，咱道心吼有求无修嘞，遐个啥精进不灭，咱的迄个佛性嘛，拢等于离开。按古咱这个愿会十二万九千六百年过去啊，吼、哦、开天辟地，啊，因会人要来出世，啥物人？有求都无修者人，啊，无啥物人，从世间才艰苦，但嘛无爱人。啊，你都有求无修啊，落去落去。啊，你看咱红魔去分出世界啊，咱讲啊清楚无？伊个三三波，咱个西湖山甲咱收了了，甲咱赶赶来喎，咱无来就袂使。所以讲得真清楚啊！哎、欸，啊，咱若佫唔知人收吼，咱就准备后一个关会佫互赶。啊，咱莫佫互赶来，咱就爱安那，咱来南靖老先王边啊。迄南靖老先王不是来照教讲啊？自我心道以来，天地混沌七拜，对无？伊看七拜啊，咱一拜都无看到嘞吼。咱即摆徛在伊边啊，伊看第八拜就无，咱嘛看头一拜，对无？咱唔通搁伫个内底啊，搁伫内底都看未到。哦，哎，咱即摆徛在南靖老先王边啊。哦，你咧看天地文字，我嘛咧听嘞。哎，啊，你看第八拜，我看头一拜，我较慢，啊，无要紧，不怕慢，只怕站，对无？唔惊慢，只惊你徛咧唔顶当。啊，你若唔收，都无效咧吼，未够啊。嘿，啊，你若慢慢啊行会够啊，嘿，总是会够吼。啊，所以咱就爱家己买咧家己，嘿，行咧南靖老师往边啊，吼。我说呢，嗯，讲得对。对，是可以。哦，哦，这个桂林呢，退至后边啊，哦。啊，有一个行者，就是这个行者，就是修行的人，吼、哦，有一个这个行者修行的人，吼、哦，啊，就派这个慧能的吼、哦，这个破茶，吼、哦，啊，甲打迄个石佛啊，嗯，迄石佛啊，吼，啊，因为慧能的人细业智啊，吼，啊，你下拢无够重着，伊拢派，伊拢要去派一条迄个石头。诶、欸，这个石头起码都要去伫咧做过诶，咱有机会咧，大家就来看嘛。看过了。啊，你有看过？啊，你有当梦想啊？对啊，对啊，所以啊，算讲经过哦，过过偌过啊，伫遐呢，哦，破茶 A B 呢，经过啊，过过偌过，啊，这个五组一天呢，哦，啊，就来。见一个哦，慧能，伊讲我思你之见啊，可用哦。我就在想讲，你的这个见解哦，真正的好哦，会当提来用哦。啊，惊呢有这个哦，恶人会甲你害，你的见识先来啊。人想讲哦，这个一定后你来做输掉，先把这个解决掉吼，按照希望，按照希望讲做做输掉。啊，那互你占去，做事为何你占去就无去啊？所以哦，惊有恶人会家害你哦，所以无甲你讲哦，啊你知影无？哦，无不甲你继续哦，去讲话啦。
啊，胡言伊讲哦，地主啊，也知影吼，这个书意啊，哦，作为这个意思，啊，唔敢呢，哦，行到这个当前啊，唔敢讲去一个江边所在遮吼，去城江边所在，拢唔敢去，拢伫咧破台甲下，哦，伫咧下边，嗯，所以讲咱就是要了解。这哦，这个一代的祖师呢，伊的这个过程啊，一定我那拢康康结结啦，哦，无讲哦，做真顺时的啊，唔是伫迄个真好环境出来，诶，所以咱就是哦爱了解，咱那阵哦福报伤济，出世哦就拢真好嘢，咱哦无想要成道，啊，就爱愈康康结结哦，咱才愈想要成道。所以吼、哦，咱若去拄到一寡吼大个灾殃的时阵吼，咱第一想到着啥？阿有名话，迄名就是金元。咱生来原世间，是名把咱生出来，啊，甚至名就是金元。啊，你一个想就想到金元啊，对无？啊，咱想到名啊，爱搁想到讲，啊，到底我个名位倒来？一个去想到金元，啊，就想要想到。所以讲，愈坎坷，咱对道才会愈坚持。啊，咱环境若过了顺哦，会去予环境甲咱考倒。我咧想顺啊，钱就是赚了哦。吼，我赚钱遮济，哎，好多啥，有钱使鬼个下无？吼、哦，啊钱都好，啥好用啊？啊系啊，咱即马伫咧运用个中间哦，唔知影讲咱一寡业务在咧做咯。我讲一寡遐吼，遐好多啥？迄、那个山田，哦，迄、那个都，哦，迄个水底的海边，真贵，山下人食袂起着，有钱人买着啊吼。啊，甚至有钱人才有法度做会做呀，山下人做袂着。所以我咧讲，那时啊吼，敢那你讲，咱即马起来援助人着，伊本来拢无买鱼啊买肉，拢无种了。你一个援助有钱哦，就主要钱摕来买鱼买肉的，啊业绩也是大堆，安尼咱是帮助伊害，伊害对无？哎，所以讲世间道理哦，那是啊，咱都要认真，哎，啊这真实。你现种的业，你现本身敢担，都担起来，伫你的本第八意识内底就拢含藏掉的啊，已经掉了。你甲食的，迄业就拢掉。迄人拢要找你讨啊！你看咱若咧家己饲精神啊，要掠你刣，就来请我活动。迄是咧甲讲吼，我甲你照食几斤尔，后日你若甲我讨吼，袂使讨甲超过啦。啊，无你家己饲，你哪有搁饲？我袂使刣大只个，对无？迄就是要甲伊冰凉啊！冰凉，我即摆是甲你食几斤几面吼，你后日啊讨袂使甲讨伤济。哎，所以讲咱凡世间，这力量就来大。咱卖该接我，我拢唔甲你食，对无？到后你就讲，我互你刣啊，我互你刣，我互你食，到安尼无嘛吼，绝对无啦。那么唔愿好，你就甲我刣死，我活得好好，你甲我，甲我煮食，一定唔愿啊。啊，所以你看嘛，皮迄个壳出来，到你后底成，你唔甘愿啊，佫互你改，吼、哦，来烫掉。我咱来就了解咯，反正咱做了无好，吼、哦。咱骂人，恁骂人吼，迄个严重的话就去想，哎，这样生有无？嘿哦，你看，嘿差不多啊了。迄个人去用骂精神哦，迄差不多醒啊，迄个灵就要去闭迄个精神啊卡住。咱若出去做精神哦，看有精神啊在听经的，有无？所以出世做精神以后哦，伊迄个脚脚拢哦都空白，无半项。啊，伊即马哦500岁，出世做精神只有最少拢500只，500只就伊安尼吼，安尼，互人饲只大只，互人一刀刣一只，啊，经过500只，啊，500只哦，伊脚脚已经空空，空空哦，即马搁来做人，恢复人的身躯啊，哦，搁出来做人。啊，做人哦，你来讲，咱来做好事来庙拜拜，伊大家拢无半项着，无要听你个，哎、欸，
讲拜我的圣康，咱捌听无？有无？拜圣康无？差不多啦，咱若听到讲迄个拜圣康的，可能就差不多伫迄个前生啊，吼，出生道啊，才做做人，头一届都出来做。啊，头一届做人，无根啊，无善根，啊，咱就爱甲伊净，所以毋免吼，毋免勉强，迄道未行。你就爱讲，你就爱讲好话，存好心，做好事，安尼就好。三十年一世，经过三十年，搁一个三十年我，一世人过来了哇，一世人过来，过来中间，你若讲哦，咱来拜佛，哦，咱来哦，将哦做一寡动作，人会看过。伊就讲啊，无好啦，因为无甲你讲，哦，已经种两世的善根啊，就会撇。所以你看，咱有法度来研究这一家，研究相信法，所以真诶，恁是讲清清在在的，诶，毋是讲安清清在在就来，哦，要来坐一天，心里想法，咱就要知影讲咱这个根啊。已经哦，增加哦，最少哦，咱善够善根啊，遮济。哎，啊，咱即马要培养善根和善修，哎，善根啊和善修，佛菩萨咱就有。哎，啊，即马这个过程就是讲在培养，啊，就以往的哦，咱过去的善，咱就要保持哦，啊，一定啊。把所有的哦，迄、那个唔好的念头，马上拢随断掉，这真解重哦。所以讲修道呢，就是日常生活哦，生活内底就是咧修道啊。诶，咱时时刻刻哦，拢用哦真好哦真善的这个意念来好做啥管理家己，诶，这足重要。诶，之前咱都不是啊，拢咧讲。但无西来一二无嘛，专凭啊心意啊用功夫，对无？拢是就是咱迄个心意，心意啊，这善念作用。所以慧莲呢，伊就吼知影吼佛祖意思呢，唔敢呢行去吼这个讲堂啊，听讲经说法，吼啊，互人呢，吼所有的这地主啊，拢无地界。唔知影有伊即个人嘅做，哦，所以讲过去呢，咱修道就是要修，哦，出离生死嘅苦海。我所以讲哦，咱修行啊，未啊，好，哦，要求迄个福田福报啊，后面哪有法度求？好，无法度求咱即个二昧啊，所以咱唔能求福报，求福田，一定要求呢，出离啊，生死苦海。哦，啊，下骹呢？我都就甲因讲，讲路顶的啊，拢各去个人哦，去哦，家己看家己的智慧，哦，取家己的本心法界之性，哦，这个法界就是咱本性的妙智慧所发出来，哦，咱的妙智慧，啊，个呢做一个啊结语啊，来给我看，哦，假使我那会领悟啊，这个大义，哦，有法度了解啊。啊，这个最详显化，哦，啊会护理哦，这个依法为这个第六大作，哦，就是依观的啊，教予你做第六大作，哦，恢复秩序，就是哦，讲较紧的较紧去，袂使哦，哦，低有低低，就是讲袂使慢，啊袂使去低调的，哦，讲数量啊，这不重要，就是讲咱会践行，你经过想啊，经过念啊，迄种无效啊。迄就已经哦，离开本性，哦，迄就是已经是咱的色心，哦，眼心嘛，哦，所以哦，未使想心的，就已经哦，生杀去了。见心之明啦，哦，有啊个记着本性的人，眼拉世界，就是咧讲话的一段当时，你就看到本性，哦，六如处见，轮到上天啦，就是夜到去甲人咧烧柴，哦，嘛同款记着本性。也都当你睇，感觉你嘛见会着本性，哦，所以就啊，拢一再讲嘞，哦，要这个明心见性啊，
并不是讲真困难啦。哦，因为咱啊一般呢，就是讲无接触，哦，无接触就讲这个心性，哎，感觉讲哦，这心理生活敢那较深哦，其实是咱无接近安尼尔，接近就浅，哦，无深。啊，所以希望呢，啊，算讲伫遮呢，特别甲咱各位青年呢，讲解这个人生建设。咱目睭看到哦，所有的人生，我拢一再拢哦，同你讲，讲咱看到到底是这个宇宙走来咱目睭的，还是咱目睭走宇宙表面？咱日日的生活哦，咱拢唔捌研究这个问题，对无？过一日是咱目睭走宇宙表面，宇宙走来咱目睭的，是无？捌无？捌研究无？是咱目睭走去，还是伊联想走？各位见面，不是联想走的，也不是咱目睭走去，唔免遐无用啦，对哦。假使讲吼，联想走来，咱目睭着，安尼目睭若提起，平常赶紧走路转，对无？唔是哦，各位见面，咱看到吼，哦，标准是。哦，这个弥勒大师对吧？啊，是不是心知呀？哦，对嘛？哦，咱看到正有这边观世菩萨，心知呀，对吧？哦，啊，这边哦，咱老师在讲法好，心知呀，对吧？哦，看了知呀，清楚。所以吼、哦，你看，看到什么，知呀什么，就是心，不是目睭，就是咱的心。安尼明心有紧无？你看到什么，知呀什么，就是心嘛。安尼明心有紧无？真哦，对哦，你看，这就是录音机嘛吼，这是电脑讲，迄电脑，迄是讲电，看到拢知影听着，迄就是心知影，不是目睭知影，心知影，所以你看，明心足紧，有无？快不快？很快哦，明心足紧，啊，见性哦，各位见性，心就是如如不动，啊，因为吼，咱好多啥，伫这个哦。看，看，要甲咱的如如不动的本性吼讲出来，吼、哦，因为咱这个吼看的这个哦这个见性吼，伊就啥不生不灭，啊，因为吼形象是伫咧变化，啊，咱讲吼咱的不生不灭，但是只有在心面吼怪异，所以伫这心面内底吼，咱要哦了解咱的本性，较无遐容易。啊，我即马讲吼各位见面。咱即摆吼，用迄、那个，用迄、那个迄、那个文殊菩萨，甲世间做咧咧讲，迄、那个吼不在内，不在外，吼、哦，无伫内底，无伫外口，无伫中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咱来吼体会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要记着咱的本事。因为咱遮吼比较会较静，所以要照声音吼。各位，咱即摆静来有听有声？有没有？有听到声无？有声吼，无最少嘛，听无。这个听风机的声。好无？对无？啊，这么像地高底下了吼。所以最近我照这个声哦，来给咱的本性体会，啊，所以大家爱静嘛，啊，听闻拢有听到着，恁的声，啊，迄伫你身躯内底哦，啊，伫外口着，唔是伫你身躯内底哦，所以不在内，不在内，啊，你即摆哦，你要看，像你的这个哦闻性，你听到的这个哦这个领域内底。伊伫你个听着内底着，所以不在外，不在内，我伫你个身躯内底伫外口。按古吼，伫你个本性内底听得清清楚楚，我伫外口。所以不在内，不在外。啊，迄个中间哦，因为有内外才有中间，没有内外就没有中间，是无？所以咱。哦，咱利用这个运性，把咱这个佛性哦来启发。我
们今天第一次讲，讲可能会太快一点，但是你眼睛瞪你啊，你眼睛在坐坐咧你厝的时阵哦，啊，你就慢慢来去体会，体会讲哦，那个文殊菩萨跟释迦牟尼佛的对答，是讲哦，我们的真心佛性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不在中间，你甲听。哦，你照这个声音，哦，你外口有车声过，哦，啊，怎么听到你就会哦了了分明，哦，这台是卡车，这台是轿车，哦，你拢会听到声。啊，听到声的时阵哦，这个时阵你就来体会讲，啊，这不在内，不是我身躯内底，声音外口。哦，你怎么搁听讲？嗯，啊，我听到的声的范围内底，伫迄个声的内底，所以无伫外口。无伫身躯内底，无伫咱听声音外口，吼、哦，迄就是讲不在内，不在外。啊，没有内外，就没有中间，所以不在中间。迄就是咱的真心佛性，如如不动。哎，啊，咱家姐吼，或者你家姐吼，记的，啊，你用一个用一个听哦，你就会好做啥，恍然大悟。哦，原来我的本性就是这么啊亲切，跟我做伙。不然那种话不能晒，哦，那种贱的哦。啊，因为哦，我们这个哦，咱看的这个要照的，咱的佛性要照把经验出来哦。因为咱拢只有在形象给咱怪，所以较无容易哦显得出来。啊，可是我咱若讲要用目睭来显佛性，不能晒，因为咱的哦，咱这个佛性不生不灭。好，咱即马照目睭看哦。各位姐妹，咱这么看，原来不生不灭，形象在变，咱这个见性无变。哦，你这么讲，啊，无看目睭客气啊，你看着，客气帮阮看，看啥？啊，看到乌暗。哦，啊，这个光甲暗，迄是环境的变化，你的佛性无变化，你的这个见性无变化。安尼知无？是哦，咱的这个真心不行哦，真正的亲切拢甲咱做伙，啊，只是讲咱拢吼，家己要做啥，总，甲扛起来，哦，如来咱无请出，如来总嘛，总起来，啊，咱今麦就是讲要家己请出，卖互伊总，因为呐，如来总，咱用的拢是色心，认识的心，敢若像我看到形象，啊，生出。讲哦，啊，这个卫生纸，卫生纸哦，真方便，互咱一工七工七晒，迄生出来迄个心。哦，啊，这若讲哦，真爱卫生纸，咱会当用，啊，你若七到五收收啊，啥物事，对无？啊，你也袂真正真爱迄个心在度变化，对无？啊，七到五收收，啥物事，啥物分数啦，对无？甚至去变化。所以讲，咱就是讲用这个心嘛，用这个地观点吼，离三心的两头，咱拢用，咱拢用这个，啊，用这个就是讲在甲咱怪，在甲咱怪，哎，啊，怪咱吼去爱，怪咱去排毒，哦，排斥，你爱就是要占有，啊，你排毒就是讲赶紧杀我卖看就好啊，对无？啊，因为伫这个中间，哦，咱这个心就是叫做静养。重要，不管你想占到你家己的，还是讲你哦，因哦你无看，安尼，这拢已经是见了。啊，所以讲咱卖用，你相信我这个心，哦，咱用这个不生不灭，哦，用这个哦，迄、那个就是不变呢，哦，咱用这个心，啊，迄、那个心就是讲变的啦，嘿，啊，咱变的蛮好变，啊，请，请坐，哦，啊，这个真心不行，请坐。啊，请到你上面用了久了哦，人以本心的功能就给你造出来，哦，所以古来呢，哦，在什么天灾地震啊，什么，你拢嘛了了分明。啊，咱来用这个色心，无啦，这拢无半啊，色心无半，色心就无体啊，哪有遐功能？咱个人也了解咧，哎，咱这有应该性，有一天就成熟。看呐，哦，你上外口你摘个，哎哎，番薯甲葡萄，你看迄种的吼，即马葡萄嘛生，番薯嘛生，哎，种的爱过落，啊，袂使拄只种的，你怎样偷看嘛？
在来听候生在来考嘛吼，哎，啊，咱即马来考拢有啊，哎，过一年等人就有一人去考一次，我一生都咧送啦，哎，你考敢换成？哎，一张幼仔拢考十几年的考考，好无？啊，你听好，两三个一张好无？哎，啊，大家等下去考。哎，迄做不够啦，后日来讲，哦，我有印象，怎啊有过要写，就是安尼，好，两下子。哦，推理正常为我，哦，我定定人啦，不时定心用意做结，将前黑心呢，有何所益？哦，心修相多呢，因为道心书，必是他的，我背呢。满足啊，吉祥，供养心力，诸人欢喜，当代啊，实心善人，我等以后啊，依止修书，何时啊，作结，将来就是五祖啊，啊，这啊，所有的弟子文人呢，啊，拢来讲，先去做一下结语呢，啊，要把这个衣冠啊，穿来做第二代祖。啊，所以在弟子呢，拢讲啊，因是迄个新修的，哦，算讲咧听新修讲课的，依止这个新修，所以哦，唔免用心去做结。啊，新修听到以后呢，新修思维啊，啊，主人啊不清结者，我为伊哦，家家的弟子呢为教是师，就是拢伊咧甲伊教。啊，所以伊新修本身就讲我是呢做结，将心结结心。所以各位前面，这黑心治安即马吼，因为用药真正咧普遍，所以讲无感觉讲有迄个敬意。啊，咱爱知影讲以前啊，啊，咱对这个黑心是一个足尊敬的这个称呼啦。哦，因为行李行之乡啊，行乡的顶头哦，位置无形无相，啊，这个行之下位置起，就是看得到物件。这是形之下，啊形之上，啊伊已经可相，就是讲甲相，哦，这个无形，诶，这个道啊，已经合作伙，哦，合作，哦，哦合上，所以这是一个真尊敬的诶这个称呼啦。甲咱即句呢，啊一般啊对到这个和尚，算讲啊良莠不齐啊，有诶吼，无做了无解讲真好。所以，予咱呢一般对这个和尚印象，唔是讲哦，真正哩尊敬。吓，啊，咱是爱了解讲哦，哦，和尚本身的这个行为啊，哦，就是讲已经嘞，甲无形无相的大道已经合作伙啊，已经合这个大道，哦，好多和尚。所以，前面咱甲行之相合作伙，还是行之下合作伙？咱平常时啊，日常生活，吼，哦，看有法度看到形象的，迄拢是形之下，吼，哦。啊，咱若着伫形象，咱就是和下，毋是和上咯，哎，和上哦，迄就是讲一言甲无言的代表合作会，哦，所以是一个尊敬的称呼。其实呢，伊讲伊若无做结哦，啊，称呼这个和尚呢，哦，算讲。黑心都唔知影啊！我心中的见解深不浅。啊，我若要成这个结义啊，哦，变作哦，修法即善啦，哦，灭作呢即恶。所以伊这个时候都是啥？悉心用事，拢用伫个迄个小对待这个内底。哦，恰当呢，凡心啊，多提善慧，啊，就是要爱灭作的这个保护，哦。若不清净呢，就不得法。哦，他说伊若无爱写，哦，这个心的迄个结晶呢，安尼呢，无法度得到哦，一代祖师的这个所有。所以讲哦，大难，真大的困难。啊，五祖呢，啊，这个生前呢，有这个哦，咱这个破龙、招龙哦，有这个三个，但像咱讲话对应的厝哦，有三个这个啊空间地的啦。啊，就年轻的杨洪罗宾啊，这罗宾是一个人，哦，伊真好画啊，真好画这个图，哦，啊，要请这罗宾来画迄，那个哦，楞伽经的变相。楞伽经呢，就是
释迦牟尼甲这个菩萨，甲这个财务菩萨，功德呀，还是菩萨法。一些两些哦，就是讲，咱平常诶人无法度好教，都要有神通诶才有法度教。所以去遐要听啊，这个讲经说法诶，拢爱有神通才会当去遐。所以两些真诶，咱啊，一般平安那有啦。其他遐可能不老分，但是就是讲伊啊讲了较深，一般诶拢看无。所以就啊，在咱家这边有相啊。我讲哦，菩萨话就是安尼。伊讲我唔捌看，有相是了解安尼，所以我看。咱若了解安尼对无，就已经心理生活上生活。伊讲唔捌看就了解安尼，这菩萨话。啊，今仔日都去迄个北港去学中医师看，内底都医生都安尼。有啊，那个电电厂的高层，我人家那样，我还供菩萨，是的，电工厂，要为这灵验哦，灵体经的病变相，干我做的这个验明，验明做，就是讲我安尼啊，为初做、二做、三做、四做安尼传落，迄个验明做。哦，要流传的药量，啊，身上呢，做茧哦，已经做成啊，啊，速度几落摆呢，哦，要甲这个结露啊，啊，下底哦，这个五组，哦，啊，行到当前呢，心中的恐惧，拢安尼袂定，心袂定，哦，啊，偏心的拢啊，流汗，哦，明显不得，就安尼啊，前后经过四天，哦，十三摆呢。哦，拢要甲这个结露下去哦，哦，生龙无做。啊，先想呢，伊家就想，伊讲不如呢，将这个刀龙下骹呢，来写出，把伊的这个结语啊写出。哦，啊那下先哦，无做那看到呢，哦，确实啊讲真好，哦，啊伊就出来买吧，哦，讲是先想所做。啊那讲唔好，啊不堪用呢，哦，啊先想伊家来讲，荒废哦，伫这个山中受命啊。哦，受人的礼，因为所有这地主呢，拢听这个神父咧讲，哦，啊，敬神父就是咧修什么道安尼，所以家己烦恼一点啊，后尾叫做啊较精进的。啊，是夜三更呢，不思论的，无人知影咧，家己夜灯哦，夜这个灯火，哦，啊，书卷呢，是这个南龙的这个壁，哦，这个刀龙的壁，哦，就来写出。在伊个哦，结语来写法，结结哦，伊就写讲哦，身躯是菩提树，心呢，敢那明镜台，而爱时时啊，心不清，无事呢，你也平安。先生呢，伊写这个结语呢，啊，就等于哦，伊个这个房间哦，人拢会唔知呀。啊，先生买啊嘞，搁家己搁咧想啊，讲五祖明仔呐，看到欢喜呢，哦，就是我甲有人姻缘，啊，那讲哦。无入门，无一样个呢。就是哦，伊家己也搁伫个定力内底，这个宿业啊吼，障碍真重，哦，不合得法，哦，性欲啊难切，哦，啊，当中伫个思想就恶不安啊，一直到无定。所以这呢，就是讲伊心中的得，甲失，迄得失的心哦，非常的重。所以讲这款呢。哎，各位前辈，咱有当时啊，拢会想讲，哦，玉祖讲的得意安尼真悬啊，真受讲的哦，咱也袂说讲安尼，哎，不堪一用。其实哦，咱若遵照先生这个得意哦，这是真认真伫咧修持啊。哦，身躯呢是菩提树，哦，伊譬如讲这个心啊，真正的清净，这个菩提树本身呢，含这个蜘蛛啊，伊就无法度吼，一大条含蜘蛛丝啊。非常的清净，表示讲吼，咱呐啊，正修持的中间呢，都要心安这个心吼，真清净。啊，心呢，敢那明镜台，哦，心呢，敢那明镜，明镜来就见出来，哦，啊，明镜那心就无去。所以是伫迄个修持过程啊，真认真的经验。啊，所以咱就安尼大家呢，出来用，唔通讲个哦，伊个或者石像哦，或者安尼。
拢啊无一块好处。其实吼，咱伫咧修行的过程中间吼，这对咱真有帮助啦。因为吼，咱的心啊，时时刻刻吼，拢会啊做啥，念到完成，吼，去予真爱吼，把咱卡掉的，咱的着影响。哦，看到什么真爱，看到什么真好呀？你真爱真好呀？这吼已经是啊啦，咱心中拢一个起作用。这就是吼，去掠到真爱啊。啊，即马吼，咱啊时时拢会当个起到前提，表示讲吼，咱有一个关照。咱的心中哦有物件无，啊那阵哦，其实去提拢个物件会当扫掉啊，会当保持啊心清。这个是讲哦，也搁伫咧努力咧修持的这个过程，哦已经认真咧修持。刚刚咱进前哦进前较早有算讲两个这个大法师啊，啊过算讲过往归空啊。啊，其中哦，迄、那个啊，就讲哦，无来啊，无去啊，无代志哦。啊，一个就讲哦，爱护迄个精念哦，相继继续。所以前面安听有意思出来无？迄无来啊，无去，无代志哦，就是表示已经究竟啊，达到目标啦，无来啊，无去，无代志。啊，迄、那个讲哦，就爱护咱的精念。哦，咱的念头足多嘛，有一寡无哦，迄个欲望的念头就唔好对无。啊，咱真吼清净的念头、净念吼，这个干净的念头啊，就爱互伊相续哦，继续就对啦。所以这是不是还阁真认真咧修持，对无？啊，即句甲吼，甲先修即句都同款，还阁真认真伫咧修持啦，嘿，还阁真困难哦，伫咧修。所以咱就是讲哦，我们爱了解。哦，因为这个讲出来，这个呢，对咱可能有帮助。哎，然后咱也是日常生活，哦，心中咱卖不管啊不欲，哦，把咱降低，咱的心啊，只要不欲降低哦，变作心就已经缩小、缩矮，哦，袂当痛苦。好像袂当痛苦的中间呢，咱要修道德，哦，处处拢哦阻碍，把咱阻碍掉。无做呢，已经知影讲心修啊。哦，日轮未至啦，也都也未哦，精通日性，也个也未哦，见着本性哦，不见自性。天光的时阵呢，啊，五祖把这个哦，要画啊，画这个哦，变相图这个呢，啊，来哦，带来这个哦，这个走廊的这个哦，要画这个所在啊，哦，啊，怎么看到哦，这个建议啊，哦，啊，把这个路边讲啊，安尼哦，讲讲唔免画啊。哦，互你安尼行来真歹势，哦，即所以咱一般个拢安尼啦，讲啊，就像要画所在已经向写起去落来吼，安尼唔免画啊，吼，诶，啊，上听吼，咱经内底嘛讲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哦，有形相，如如形相，即形相啊，拢安那，算讲里边外骨有变化，所以唔是死的，哦，所以咱就是爱了解讲。啊，佛经内底要求咱追求真甲实，啊，这个真甲实哦，伊就是哦，不生不灭，拢袂变化，迄叫做真甲实啦。啊，会变化的，拢叫做虚幻甲虚妄。哎，啊，所以讲咱众生呢，同款落落凡尘有形相，啊，咱的形相哦，这往哪做啥？叫做虚幻显现啦。因为一百年前无啦，一百年后嘛无啦，对无？欸、所以你看，咱伫这个中间吼、哦，一旦出来吼、哦，只不过短短百年内底，所以吼、哦，伊讲这毋是实在，这现实在这是虚幻之相。吼、哦，啊，咱的实在是咱的佛性，伊不生不灭，啊，咱都要追求这个不生不灭的这个佛性，唔通去追求这个形象。咱若追求形象吼，咱的心思就是用唔到的，啊，咱若用唔到心思吼、哦，比如讲。用真侪的功夫来修持呢，无得到真好的结果。啊，所以呢，就是讲劝咱平常看淡看轻，吼、哦，啊，咱有法度针对着咱不生不灭的佛性用心啦。咱若有法度把咱的真心佛性伫咧日常生活讲开发，安尼呢，咱这个吼、哦、所有真心佛性的光明啊，伊慢慢就会显现出来。啊，因为咱今嘛伫凡间所用的吼。拢是咱的色心、临色的心啦。啊，这个心哦，就是讲伊无体，哦，伊呢对环境的变化而变化。啊，咱哦一般拢用这个，啊，就是这个唔对。诶、欸，咱这个用这个吼、
用错心，所以用错心哦，变作讲天地间的天灾地震，咱无法度知，啊是安怎狗也会知，哦，因为狗啊伊无梦想的心，所以哦天灾地震伊会知，啊咱人哦万物之灵哦是安怎唔知，因为咱心用对，咱普通的拢用咱的心啊追求这个灵异，哦安尼就是讲已经啊，哦错用错方向，安尼用错方向。咱本性的迄个不生不灭的光明啊，就无法度显现出来，吼、哦，啊，就空了。所以即卖咧，啊，就是讲爱了解咧，吼、哦，所有道路现象的啊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咱就是爱了解。伊反面吼，搁较坚固的现象，伊都是会产生变化，吼、哦。因为咱的寿命真短，短短百年而已啊。啊，古来一看，是拢安尼变化的，千千万万年。啊，所以全世间吼，无迄种物件讲千千万万年袂歹个，啊，所以讲所有现象拢是假，吼、哦，咱若有即、這个吼、哦、一个大个纲要吼，重点互咱掠了个，咱就袂去着现象。啊，咱袂着现象吼，咱自然就会重视咱不生不灭个物事。啊，古早呢，伊讲陈留啊，即、這个初见呢，以人相持啊，吼、哦，以此结心呢。面对了恶道啦，哦，以此结修呢，有大利益，所以哦，一代祖师呢讲出来话啊，未使讲，未使讲一片，哦，所以伊只讲哦，以这个结语哦来修呢，哦，唔免对了恶道，啊，佫呢有这个大的利益，这样是确实啦，啊，实在的代志，咱若照这来修哦，哦，咱是这个凡尘啦，就已经是一个君子啦，非常啊，这个上乘的人，哦，你若照安尼来修，你看。都无做歹事啊嘛，吼、哦，身躯是破了修，清净气气啊，无行为无唔对啊，吼、哦，啊心内那明镜大，无沾着凡尘的这哦所有形象，哦拢无哦贪恋，安尼来吼，无对着恶道，啊都有大利益，哦，算讲会当哦，伫咱人中内底，伫人道内底啊，算讲人家真悬真清高，啊所以咱就袂使哦偏见否定的这个结论。哦，伊个即个内底个功能，啊，无错呢，伊个啊，大家文人讲，大家提出讲，哦，咱诶啊，烧香来即个礼敬，哦，哦，上尊上即个处境，安尼呢就会当建设。所以讲，也搁伫咧哦，拍拼个中间啦，哦，啊，文人呢上见呢，啊，就拢哦，算拢大家拢讲善哉善哉。无错，三经呢。啊，就把这个心情哦，来叫你来吼，伊、哦、个这个内情，他个解讲，讲这是你做是无？心情呢，讲是啊，实在就是要伊做，吼、哦、啊，唔敢呢，这个望求所为啊，哦，希望个想会当慈悲呢，看地主吼、哦、有一寡智慧，啊，啊无做啊，伊就解讲，讲你做初见啊，你见本性，也未去见到这个本性，但啊，行到这个门外。也未进入这个门内，哦，所以讲哦，咱就是要了解，哦，这个见性哦，就爱咱哦，啊呐，家己本身去打拼，哦，家己本身入迄、那个哦，愿力讲哦，我要认真修持，唔是要压皮草啊，伫个地上走摇的啊，是要认真修，要实在有成就，安尼哦，才有法度呢，行入这个门内，登堂登堂入室。我做把啊，先生讲如此的见解吼，要找这个无上的菩提啊，了不可得，未当得着。无上的菩提呢，悉得眼下色住本心，哦，见住本性，不生不灭，哦，以一切的思中呢，念念自见呢，万法无底，一心呢，一切心，万境呢，自如如，如如之心啊，即是真实。六如是如是变的，即是无上菩提之自性也。哦，这呢，啊，算讲佛祖甲先生讲，讲会当伫咧眼下吼，摄住本心啦，会真的。所以吼、哦，咱伫咧这个修道的过程，咱时时刻刻吼，拢伫咧用真心佛性，啊，咱家己吼拢唔知影，嘿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咱即马照佛祖甲先生讲这话吼。啊，咱来算讲来了解咱家己的本性，咱的自性、真心不性，
这个眼下吼，讲话下下啦，就是叫做啥当下。所以前面，咱拢捌讲话嘛，对吧？啊，咱捌问家己讲，讲话是啥？捌无？咱拢捌讲话啊，咱怎么讲出来？讲出来这话啥物讲？捌无？咱来了解哦，咱咧讲话吼，你看，一定是咱有哦，这个心量。然后呢，吼、哦，靠嘴咱呢，拿喉、嘴舌、嘴齿安尼呢，吼、哦，为嘴唇出来，对不？是不是安尼？啊，你看迄个安尼出啦，迄个啥？像咧讲话，真是，什么人？哎，所以讲哦，咱就先了解，即咱咧讲话一个吼，哦，即个讲话一个啊。这是咱的本心，讲话这个吼，咱把咱的意思安尼讲出来对无？哦，这就是咱的本心所呈现出来。咱卖假讲哦，这个叫做真心佛性，想法真困难，迄就变做失心的用啊。哦，咱伫咧哦开发咱的这个真心佛性哦，所以现在咱就是来了解，咱的本性啊真活泼，啊，互咱的用啊。拢一切无离开身躯啦，吼、哦！咱咧看，咱的自性哦，就互咱哦，好看得袂。啊，咱看这个是哦，咱的心性本性咧看，并不是把心咧看。哦，过阵咱家己想看嘛。咱若阵哦，当开的时阵啊，目睭是毋是也伫个？啊，伊有看无？无看也对无？哎，所以讲咱就是爱了解，迄、那个看吼，支持咱看迄、那个，迄是咱的自性无性。哦，咱即马看到以后，是安那咱无法度见自本性，因为咱只要目睭一个看，就去互影响怪去。啊，怪去以后吼，咱就伫咧分析。哦，我看到的就是哦，这个天花，哦，这个天花板，啊，甲这个门，哦，甲时间，甲是中间，咱已经去互这影响哦，甲咱吸引咱的注意力。啊，咱的注意力若去互这吸引的时阵哦，咱就变色心用事，临时的心力用啊。啊，咱迄第一个吼，无经过加工的，迄、那个第一个，第一个迄个你看到了了分明，拢莫经过伊加工，迄叫做咱的真心佛性，安尼简单无？啊，过一年咱想看嘛，咱目睭咧看吼，无经过加工的侪也少，拢经过加工的无？所以经过加工就叫做专念，啊，专念就把真心变做色心，变做缘。因缘的心啦、啊，缘心啊，咱来用缘心嘛、啊，吼、哦，要来修道、修慧性，因为啥因为伊是先别的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即马这个第一个这个吼，无经过加工，这个是不生不灭，啊，咱就是要爱吼、哦，不生不灭的吼、哦，这个本性，啊，所以即马吼讲干哈，因为你讲话是不是你的真心慧性，只是你讲出来，对无？啊，咱他说呐，伫个。话内底伫咧分析，哦，这个对我有有利，这个对我不利，哦，这个我无讲无要紧，是毋是已经落入你伫个色心内底？哦，啊，所以讲咱迄个第一个安尼出来迄个无经过哦，咱的思考无利害关系，迄就是咱的本性。咱差别真少有无？哎，啊，就是讲哦，因为差别真少，咱哦无容易去掌握。啊，即马无容易掌握哦，咱所用的就色心啦。灵性的心，啊，怎么用灵性的心哦？伊就千差万别，啊，千差万别哦，就惊心嘛。哦，哦，你惊心呢？其实哦，迄就是咱家己落落失心伫咧分别。所以吼、哦，咱第一个即无加工的吼、哦，迄句话咱无分别。敢若像讲吼，咱即马吼抱一个幼婴啊吼，咱甲抱了有钱，所以真诶，幼婴啊看到有做，甲看到烂。你讲伊有分别无？伊迄个心看到佛祖，我看到咱人平静。伊袂讲看到佛祖，我要拜拜，啊，看到咱人歪头人。哦，所以咱就是爱了解迄个啥，无分别心。啊，咱若讲吼，时时刻刻，你拢会当把这个无分别心吼，会当掌握着。哦，卖到入去色心内底，安尼就是讲咱已经真心咧自性。在世间，啊，真心在世间吼，咱真心应万事万物，
啊，你的真心伫咧应万事万物，就是讲无已经无正业，吼、哦，无善恶，无对待，思来即应呢，思去即应，吼、哦，咱就是讲，吼、哦，平常呢，拢会经过加工，拢会经过讲，啊，这我都无利益咧，我插这要创啥，卖插啦，诶，啊，是讲学这好学这对我真有利，所以拢经过加工过。啊，咱唔知讲伫关键，一直伫咧轮回吼，无休困。咱若莫加工就好啊。过一年莫加工有简单无？啊，莫加工无简单哦。咱拢安尼真好，都互辛苦来甲加工啦吼。所以咱就是因为拢辛苦来加工，所以咱才就伫咧环境内底吼，安那伫咧拢伫咧业业啊，伫咧好多啥？咱正业啊叫业杀，啊搁咱正业搁叫业杀。无自由啦，所以咱会本性无法度活活泼泼，吼无法度逍遥自在。嘿，啊，咱就是爱了解，因为吼、哦，咱经过加工，加工以后，咱的境界吼已经吼无正，或者颠倒。应该重视的咱清晰啊，应该吼清晰的咱重视，吼、哦、已经吼咱、哦、的境界啊已经颠倒啦。境界中颠倒，咱的想法颠倒，咱的行为做出来颠倒。啊有啊，我都拢做好事啊，因为咱吼顶头些因拢已经得到了，啊做的好事就是要做善业，吼、哦，迄拢已经变业，但是这个业是讲有福报啦，吼、哦、做善业，啊那做了唔对嘞，恶业，吼、哦、啊咱若讲多加真心为善一当，吼启发伫个日常咧应用，啊伫日常应用呢，你看呢无对待，无分别心。所以书来即用，要安怎用，都有一个正道哦去用。啊，怎啊过就过去啊，心中呢，哦，袂讲一个一日咧想讲，哦，我较早我老咧，我较早拄着安那吼，就袂已经袂迄个过去心。啊，即嘛吼，咱真心伫咧应万事万物的中间咧，哦，已经就是讲无落落即个哦，即、這个业的内底，哦，已经拢无业。啊，所以无业，咱就自然起来会当解脱出来。所以为什么讲咱哦，伫即世人中间呢，无法度解脱，就是讲吼，咱以往啊，过往呢，吼、哦，累世中间咧做，拢加减吼，拢去做唔对，啊，唔对这个业吼，就是讲咱迄个唔对是因啊，正因，啊，咱即卖是接受迄个果报，所以讲咱咧拜过伊对吧吼，迄就是咱的前世因果啦，前世因果吼，你来拜哇，大概啊吼。八九不离十啦，拢差不多吼、哦。你的因果前世是安那，即世去拄着安那，大体啊拢吼，迄、那个数拢定落来。啊，就是讲咱的修道呢，会改变，吼、哦，会改变讲咱过往所有的吼在业。关键呢，咱就是爱了解，因为吼、哦，咱即马啊开始修持，吼、哦，即马要甲真心佛性请出来。啊，即马请出来中间吼、哦，就是讲日常的生活内底啊。无乌白想啦，最近呢，这乌白想真厉害哦。本来吼、哦，咱以往啊，累世所有的这哦业因啊，业因迄种种子啊，哦种的种子，啊，伊都要拄着缘，因缘会合，伊才会现出果报来，对无？哦，咱有正财拢知啊，你切种哦，你若拢甲切咧切汤啊内底，伊袂发芽，对无？啊，你都要甲摕来。哦，甲这个土、甲水、甲是光配合，伊就固起来，对无？哦，迄就是讲因缘配合，啊，因缘配合变出来迄个果报吼，咱就咧生成啦。咱即马告诉我啦，甲真心佛性请出来，迄就是讲种子是因，哦，迄、那个业因啊，伊无拄到缘。咱若启发真心的时阵吼，算讲已经就伫个甲天地已经是哦同一个地面内底啊。啊！你所有的在这个生活内底，拢是算伫真理内底。啊，伫真理内底吼，你着进行些因吼，政治着变拢永远是政治，伊拄袂着缘，所以拄袂着缘吼，咱着袂去接受迄个果报吼。所以安尼知影袂？咱吼伫这个凡世间，有当时啊，讲着永远坐咧妄心，哎，本来政治咧找无缘啦吼，政治是政治啊，啊，你倒等咧。哦，你开始隐隐在咧想，拄到缘啊，拄着，拄到你咧想迄个缘，啊，即马代志你着，哦，你着爱吼，安、哦、那去接受，准备去接受这果报，果报已经来啊，所以你看有厉害无？哎，咱凡世间人哦，
就是拢唔甘唔甘应应啦。哦，即马人啊应应坐咧太高妄想吼，啊即马太高妄想哦，啊代志就来啊，对无？所以看嘛，这个拄到的代志哦，是咱家己找来，咱自己找来的。嘿，啊，咱即马有法度把咱的真心请出来，伫咧日常生活内底。哦，啊，读到已经拢无胡思乱想，啊，无胡思乱想哦，正常不管见偌济因啊，伊拢无法度拄到伊，袂互咱接受。所以看，迄个叫做啥？迄所有的罪业啊，都已经消灭去了。这个消灭去哦，唔是无去哦，而是讲咱都已经哦，哦进入这个真理世界内底。哦，所以一个咱来了解，讲啊，我若做了唔对，我忏悔也都拢无去啊，忏悔钱也无去，就是讲哦，咱哦这个忏就是讲我以前唔对的，我拢承认，哦我确实唔对，啊我绝对改过。啊，这个悔哦忏就是讲之前唔对，悔就是讲以后我绝对袂再去做，安尼叫做忏悔。袂使讲，明仔我若做唔对来忏悔，啊，即马忏悔了吼，才过来做唔对。安尼世间人哦，遐巧，遐天地哦，咱来了解，咱来发了盼哦。即、这个天理是无迄个盼，我互我来问即、这个即、这个盼哦，阿麦去哦，哦，即、这个报应哦来哦，自我来欣赏，还是无安尼个哦。咱就是来了解，所作业啊，哦，咱伫咱的即个性分内底啊。千百世，伊拢袂消失，拢伫个啦。啊，即摆吼袂予咱吼接受迄个恶报，就是啥物？就是咱已经行入真理世界，吼、哦，真理是因啊，拄袂着。所以咱伫凡世间呢，咱就是爱了解，吼、哦，咱即久呢，吼、哦，人生该修持啊，该迄个真心无常请出来。所以前面安尼啊，对咱的这个本性有一点仔了解无？哎，所以吼、哦，咧讲话，咱即摆有阵时啊吼，就家己吼，啊，家己反问家己啦，吼、哦，哦，咱咧讲话中间，你讲讲话是啥？咧讲话是啥？哎，即摆咧讲话咧是啥？这一阵捌安尼问过咯，所以吼、哦，就是要咱吼，看到咱家己的这个自性，这个自性吼，不生不灭，吼、哦，过一阵咱来了解，伊无。一秒钟离开咱，无离开，吼、哦，咱这个佛性没有一秒钟离开。咱要看，互咱看；咱要听，互咱听；咱要闻，互咱闻。吼、哦，啊，咱啊伫厝内吼，随时，互你食啥物件，啥物件利用到。吼、哦，啊，伫个身躯，互你接触，伫个意念，互你想，这是咱的真心无性所提供哦，迄、那个动力啦。咱若无这个真心无性哦，皆有无功用。吼、哦，你也无法度看，也无法度听。啊，无法度变，即拢无变。啊，就是因为咱有迄个真心无性，即个呢拢会显现出来。啊，即嘛显现出来，咱就是安那，咱拢定位咱家己本身要追求的啦。所以安尼的差别尔，足细，即差别啦，出发点的差别足细。啊，就是了后愈来愈差愈远。吼、哦，所以啊，五祖就甲即个先生讲，讲吼、哦，你若迄、那个吼。哦找到这个无上的菩提呢，就是咱下会当